Hello， 我系甩得奇，一齐望下今日嘅情报先。因为临近月底咧，通常都会有呢个活动发生嘅，冇错啦，就系神 up 魔法写十个，明天开始，11:11，限定角色方面竟然有呢一只啊，圣诞嘅魔道记 Mano 啊，哇正啊，劲想抽啊，点算啊？好，先望一望个 lab 先，睇下好唔好玩先啊。OK， 咁时间为期3天。11-2，4月2日，今次都有个抽蛋龙嘅的中啦，即系有个出现啦。然后系抽一啲稀少巨大咁啦，就唔太惊喜嘅。所以呢啲唔使望啦，直接望下个 lab 先，就系咁嘅。4連龙、5連龙都算啦。下面嘅神 up 方面咧，系有新春嘅毛笔契士、正月嘅九星虫同埋7星嘅 skin pad 冥底神。哇，呢个正喎！假如上次冇买到 pad 嘅话咧 ，skin pad 嘅话咧，今次有机会可以复卓喎。然后第三只就系呢位啦，眨下眼舐下脷嘅超可爱妹子 ，Mano 啊，圣诞版话劲想要，呢个唔系 skin pad 嚟嘅，呢个冇得卖嘅嗰时。睇嚟今次可能都要抽一两抽啦。然后原始魔女啦，亚历山大大王啦，吓8星嘅10周年限定。再者，隐密机、圣贤王、孔雀王，呢三只即系5潜得翻战机，其他4潜咧系变晒影喎，啊，连榜都上唔到喎，核弹妹啦。然后跟住系9周年嘅5只限定系列神，再者龙刀啦，话龙刀都有翻啦，系咪有机会 buff 先暗龙刀 ？OK， 咁限定8星就系7星就系14只。下面呢一啲咧系6星限定嘅，所以就唔特别考虑啦。OK， 咁强化方面有冇咧？系冇嘅。OK， 系冇嘅。变相系纯粹一个神粒嘅抽蛋啦。而抽唔抽好咧，个人都系建议冇抽噶啦。毕竟10石机嚟讲，目前嚟讲啊，个 CP 值就唔系太高。今次大奖方面，虽然头3只大奖系咁噶啦，再者系原始魔女啦、战机啦、圣贤王啦。孔雀王都劲嘅，都 Q 嘅，都可爱嘅，但目前嚟讲就未到好强势啊。而下面嘅9周年限定都系咁啦，所以大奖方面系得毛笔、冥底、圣诞 Mano 啊、原始魔女、战机、核弹妹、圣贤王6只啫。整体嚟讲就唔建议抽啦。而假如唔抽都唔紧要嘅，因为今次官方系送大礼啊，只要明天11点 log in 嘅话咧，就送你一抽免费嘅神 up。系今次嘅 lap 啦，所以呢一抽咧系有机会可以中大奖嘅，啊，希望 Lucky Lucky 呢一抽可以中翻呢个圣诞 Mano 啦，好唔好啊？唔该你啊，耶稣。好，下一波系呢度4月份嘅月任啊，望望先。今期月任系4月份嘅，报酬方面有红白2粒啦，然后系呢个潜在双解放啦，靓嘢啊！再靓嘅有毒耐性啦，然后系睇下先。圣诞嘅彩龙龙仔啦，即系圣诞龙啦，然后喇叭10年啦 ，OK。但我想讲咧，我3月份系未打过咁滞啊，好似低 B 今日30号啦已经。然后下面都正，有红币之余咧，这个5色嘅细圣诞龙全部10只，唔错。而下面都系还好，其他嘢啫 ，OK。即系4月份咧都系唔到好惊喜啊。再 next 唔该，下一个方面呢一个惊喜啦，个人认为。呢个系咩嚟咧？系4月1日开始啊 ！Monster 交换所方面系有个新嘅 lab 追加，系咩咧？留意翻啦，系红币换翻圣诞龙啊！好波好波 ，very good，very very good。对于圣诞龙长期系归零嘅清零嘅 lucky 嚟讲咧，哇！今次终于可以用红币嚟换翻圣诞龙啦，仲要系一粒换5只添，咁抵玩啊，劲抵玩喎！咁睇嚟，我之后嘅红币咧系完全系唔会悭噶啦，基本上系大量换翻呢个圣诞嘅彩龙啦。毕竟目前升8亿咧系太辛苦啦，如果冇圣诞龙嘅话，加埋角色方面又越嚟越多，所以今次嘅 lab 追加我系好支持嘅，都系好好安慰添嘅。毕竟喺目前嘅素材消耗之下咧，红币嘅消耗咧系相对低啲嘅，圣诞龙反而系很清零，所以个人都几推荐换啦追加嘅新 content。OK。再下面是10周年 FIFA 杯，明天会派发报酬嘅，即系皇冠之旅会派翻啦。OK， 再下面就是八人对战就嚟完啦，
明天生日号就完噶啦，咁我系未打完嘅，所以未打嘅朋友都快啲打啦。900EP 咧系有个开出纪念，幻画师嘅确定抽啦。OK， 咁今次嘅情报就到呢度先，即系临近深月尾咧，系有翻一波情报仔咁啦。主要系有个神噏，虽然平时嘅神噏咧系冇乜嘢啊，但系今次竟然系出动到圣诞 Manoa 嚟撑场咧，哇，好似唔捧场唔得喎吓，好正啊 Manoa。然后第二样系四月嘅 quest 啦，都冇乜嘢嘅。第三样 monster 交换所就紧要啦，呢个系加翻个红币换圣诞彩龙同埋圣诞咪同埋呢个大肥龙金肥龙啊。但金肥龙还好啦，就唔算特别稀有啦，毕竟打翻女魔门都有嘅。但系圣诞彩龙咧系难入手啲啲啦，加埋经常清零嘅情况之下咧，系好建议换嘅。最尾系明天会派发翻十周年 FIFA 杯嘅称号。OK， 系咁多啦，今次条片都差唔多啦。中意条片嘅话，希望俾个 like 同订阅我啦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